Hello，L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任容萱。其实情绪真的很不一样哎，第一套会让人感觉比较青春活泼一些些，然后第二套就会突然就优雅了起来，然后这一套就会比较帅一点。包包我自己很喜欢小包，会比较中性一点，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图示，然后颜色也可能会是比较跳色的。今天其实很巧妙的跟花搭配，因为我最近饰演的是花女巫嘛，然后我就感觉跟花在一起会有一种跟她在对话的感觉，对，好像她在跟我诉说些什么，然后我在聆听她。